他的后天斩非常强，但我只要躲掉，嘿，躲开了。打了三万多次还是打不过，进了吧你？这匹配的射手也太菜了吧！锤锤呢？最近好像和别的游戏较上劲儿了，开黑都不来，还把不把我们当朋友？走，找他去。三自私回到古代来。你看看周围，这分明是游戏世界。所以锤锤又被怪物抓走了。那么，启动锤锤营救计划吧。你抓我到底想干嘛？像你这么菜的人，根本不配存于世上。别紧张，就把这当做平时的游戏来玩。我上单先上去肉身开团。喂，无情天手自残打击，大宴四方。这么多野怪，看我不解释连招 ！Q W R R W F W Q F D， 啥不解释连招啊？分明就是瞎呢！是让你们瞧瞧我中单的最强奥义！大爷，快把我抓住！有一手吗？但接下来我看你们如何应对。别高兴太早，我们中最强的一位还没出手呢。啊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躺赢？说，把锤锤抓到哪儿去了？就在那儿。锤锤，我们来救你了！你上点心吧，赶紧打败我，让我下班行不行？注意，我要砍了！跳！哎，对嘛，赶紧给我两下！这么菜还想贪刀？没见过你这么笨的！